天地之间蕴含灵气，灵气受日精月华凝聚成灵兽，灵兽一族日益壮大。上古神兽凤凰吸收灵气，孕育伽蓝一族，成为灵兽一脉的首领。不料凤凰陨灭，封天壁破裂，天魔趁机入侵，扰乱三界灵气，奴役众生，越来越多的灵兽相继陷入混乱与疯狂。伽蓝召集心怀正义的修行者，寻找维系三界灵气稳定的方法。不久，一名修行者发现了三界神石女娲石，它由天地灵气演化而成。伽蓝一族摆阵释放女娲石能量，女娲石的能量使灵兽重回灵气状态，并与其他灵兽融合，以此摆脱混乱的状态。由此产生的新灵兽还可以继承以前的能力与特征。融合的灵兽越多，新灵兽就越强大。伽蓝一族带领正义之士努力打破天魔的阴谋。三界混乱之时，灵山世界正等待着你的守护。